这个是新开的店，看看新开店的时候，日本都有一个大家，中国一样的哈，就是大家表示祝福送的这种篮，这个篮是在日本非常正式的送礼的一个花，很漂亮啊。这是一个，水果的，三明治。现在我已经征得店主的同意，然后录一下店内的状况。こんにちは。お邪魔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すごい素敵なお店です。はい。美味しそう。美味しそうですね。ビールと買っていってもらっ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あ、そうですよね。看到了吗？一个是880日元，这是700日元，这是1000日元，这是啊，现在是柿子的季节，今天没做这个，柿子是650，这是梨，日本的梨。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动物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开朵花似的。这个是菠萝，这个是猕猴桃的，这个是什么？南瓜的花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もう一回。かっこいいから。ああ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まだ撮ってた。かっこいいから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